这是什么？哦。大家早安。啊，擦干净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两包红包哎，为什么？嘻嘻，好玩哦。Hello， 浩毅。噔噔，红包，补偿红包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有，然后我关掉了，然后他就有这个补偿红包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刚在我的背包里面，因为我刚忽然间发现我的礼物啊已经可以融合了，然后可是我忽然间发现我们没有人在直播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，我没有办法在别人的直播间融合，然后不丢给人家吧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不随便去人家直播间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。我想说，不然我自己在我直播间融，就发现，我不能在我自己直播间融我的礼物，就好吧。谢谢吼吼的力量训练，耶！就是你关播的时候，可能红包没发完，但应该是这样子，没错。不可能是烧哑沙哑吧？烧哑是什么？不可能沙哑吧？对，我们今天要那个了，你今天要来那个了。就是真真正正的来好好的见证一下增长了，好紧张哦，累不累啊？超累的啊，你听我的声音，我已经沙哑两天嘞，就是唱完以后就那就是早退了。什么是早退了？ Hello 北极熊， Hello Uno， 今天有点沙沙哑，椰奶是什么意思？沙沙哑椰奶是什么意思？Hello 北极熊 ，Hello 杰克，我今天讲话会小声一点点哦。见证主厨体脂上升的一天，对我提早离开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大白痴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把我自己的手撞成这样子啦！我跟你讲，真的超痛的，真的超级痛。我昨天因为我们家里的灯太亮了嘛，然后我就跟竹马两个人在想说，不然我们把其中一颗灯拔掉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一开始想说好，不然我上去，然后我就上去拔那颗灯，就那颗灯呢，我就把它拔下来的过程，它就掉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把它碎掉，我就用手要去接它，结果我整个手就这样砰撞到我自己的柜子 ，Oh my god！ 我现在手不能弯了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要看说啊，我有点害怕我这个礼拜的那个 special 公演，我好完蛋，我真的是白痴，我真的是大白痴。前天表现很好啊，谢谢宝贝们。我的声音真的是大沙哑，就是前天唱完以后，昨天就是没有什么声音，然后今天可能是太久没有唱这么多首了，然后就有一点那个沙哑掉了。Hello 阿贝 ，Hello 维维 ，Hello Seafood，Hello 小易 ，Hello 景庸。Hello 切画 ，Hello 小宝 ，Hello 树宝宝 ，Hello 笑笑宝，大家早安呐、啊，好久不见、啊，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 reset 公园呢？早安，大家 reset 公园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次很棒哎、欸，我们在后台看那个 monitor 的时候，觉得我觉得三创的灯光超好的、欸，今天有点好看，有点好看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今天的有点好看，今天很素哎、欸，今天没化什么妆，今天只化了。眼影跟腮红没了，当然有啊！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次因为三创比较贵啊？我觉得三创很棒我好喜欢哦。公演有你哦，有，我还跟阿丽两个人一起唱过你粗鲁捧着脖子压不我的唇任凭摆布。Hello， 志玲哥，没有柱子。没有柱子，可是我觉得我好喜欢三创的那个票没卖完就是赔钱，哭哭，没办法，因为对，就是羡慕阿丽的手手，羡慕阿丽的手手吗？就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那天咬唇是想怎样？性感啊，那天想要性感啊，怎么样？大家有感受到我的性感吗？我的唇任凭摆布，好棒哦！谁在崩溃中？不要崩溃，宝贝。
只有落拍二月二分之一，落拍半落半拍，是不是加没洗头？性感谁？我我好性感，谢谢志林哥的枫叶 ，Hello 点点的包 ，Hello Andrew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掉错了，我跟你讲还好，大家就是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啊，但是听说他们刚那时候看我的时候是看不出来我有跳错，在后台的时候，唱柠檬的时候我没有落半拍，有吗？我有落半拍吗？头发那段我笑死，哪一段？头发哪一段？哎，我的新段的沙发大跳错了。我觉得现场的人一定有看到，但是我不知道线上有没有看到，但是听后台讲说没有。葛扎竹是什么意思？葛扎竹对阿丽咬唇是哪招？哎，不可能大家都看到我咬唇吧，我不是舞台蛮深的吗？我还想说我应该在后面应该不会被看到的时候，谢谢大师的红玫瑰，就没想到被大家看到。哦，镜头刚好有拍到，是不是 Daisy 柠檬的时候，我也只有 Daisy 的柠檬啊，哪里啊？因为大荧幕有特写，真假的？哈，我还想说我很远，应该不会看到，而且前面有人挡住，应该看不到我们。沙发有跳错吗？主持这么完美，应该是错觉吧？我大跳错，就第一次副歌的时候，我应该转圈，结果没有转圈，大家有人发现吗？我吓到我真的吓到，大吓到我怎么样？有拍到吗？破坏气氛的咬唇，哪有破坏气氛？你有发现是不是？有，大家都有发现。游击蛮爱拍你的啊，游击爱拍我吗？我以为游击在我旁边，因为游击在我旁边，然后有亮灯，然后有的时候我要跟他对他镜头，要正要对他，就是比如说搔首弄姿的时候，他就转掉，我很难过哎。我以为是你真的不用转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是我真的不用转，你马上拉回来了。对，我刚才那时候，你知道，因为其实最主要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就是吓到吗？就是因为说真的，其实三创的地板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反正我觉得我他们那个地板有点难转圈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已经有一点，就是因为场地有一点点不习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就是。当下我就一直在想说对，我就其中有一个我们不需要转这样，我想说是哪一个，然后就因为我那时候要转的想说啊有点卡住了这样，然后想说对，是这个不用转这样，然后就我就完以后发现他们转了，我就原子猪柠檬就夸张的停了一秒啊，有吗？我吗？我有停到一秒吗？难道是我没抓到拍子吗？我不知道真假的，哪一个少了一秒？老实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因为太久没看公演，其实对错我们有点难分辨啊。还好，哪一首歌竹的酸痛点达到顶点？每一首歌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，只要有蹲下起立的动作，我都不行。而且我们每一首歌都有蹲下站起来。我的天，我真的快疯了，我的屁股超酸的哦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最最最最最最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是因为前面就是累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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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都觉得就是还可以撑住，然后最最最不行的一个就是在在我那个谢谢 Hobart 的红包，但为什么宕机了呢？我失掉，然后呢，就是在那个。累加累加累加，到最后在拼图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我脚抓不住高跟鞋吗？谢谢厚宝的红包，我完全抓不住高跟鞋，我高跟鞋整个就是很悲剧，就是我下台的时候，大那个姐姐们就说：“哎，楚楚，你现在站不稳吗？”然后那个阿丽说：“不是模特儿，最近在比较六单，什么是最近在比较六单？”谢谢切尔东的掌声鼓励鼓励 ，Hello 新鲜柠檬，谢谢红包，对呀，谢谢红包。为什么我的镜头忽然间变暗了？我来看一下我的咖啡厅，熟悉的音乐响起。毕竟公演前一天还有浪动，对呀、啊，
这是奖励的红包啊，好开心哦！谢谢推推的枫叶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本家版跟 TP 版，出来了吗？还没吧？出来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出来了？你浪动明明就没有动，我跟你们说，那真的超累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动起来就知道了。我隔天整个大全身酸痛，真的超级无敌痛。大家对不起，我用一下我的咖啡厅这样子。大家稍待我一下下哦，我收一下我的咖啡厅，因为还没收我的咖啡厅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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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时候上一次有一次我在陈面前玩这个咖啡厅，然后陈就说：“天哪，你又在玩咖啡厅！”然后他就有一种觉得小孩，然后再说爸爸妈妈说：“哦，你又在玩这个游戏”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忽然间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年纪越来越长，都不理我的祖祖，拜托30秒登山者，哈？什么意思？你在那天有留言说30秒登山者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还是你说当天？我当天在舞台上有听到说祖祖拜托，我说变漂亮吗？好，我有跟着动啊，嘴巴的部分，什么？你们就手指头吧，音源呢？哦，唱歌的音源是不是？Hello 小超人，有的时候好像不小心被游击看到，每次都害我吓了一大跳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每一次被游击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坏了，我真是吓坏了。记得去朋友店帮忙，会有骰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就说他不会洗头吧，我当天前一天没洗，我礼拜五没洗，但我礼拜六有洗。你们动的时候我也很想动，可是在加班，这就是借口，对对，这是借口。Hello 戴戴 ，Hello 马婷 ，Hello 志宏，这次音源比牡丹差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游击还很近哎，对，超近的吧？他真的是要贴到我的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有多近吗？但我不知道实际看起来怎么样，但是就是他真的超近的，你知道他是就是，我要怎么解释啊？就是，就你刚好在跳的时候。比如说我们手会伸直的，你是真的没有办法伸直的那种，就是他是这么近的拍你这样，我用你的健身直播来配饭，不可能。然后这时候吃火锅，哇，我最近忽然间好想吃海底圈哦。谢谢戴戴的，谢谢戴巴的一封信。Hello 鸡尾包，赶快躲到成员旁边，赶快躲到成员旁边。游击还很近，真的超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超近，真的超级近。谢谢好好的 ，We are family， 嘟嘟嘟。我今天声音真的好沙哑，我有点声音出不来的感觉。Hello 翔宝宝 ，Hello 吉米粥 ，Hello 唐老鸭的屁屁。游击想要拍我毛孔，有吗？有拍到我毛孔吗？很近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有在那个后台不是有录那个嘛，大家有看到我的线动吗？反正就是我们有在录我们的那个奇迹的部分，就是新的沙发没有机会录到，反正我们就是有在后台，就是头目好像有请谁帮忙录就对了，然后就录了我们的奇迹这样，然后结果呢，我们那个奇迹的部分，我就有看到我们的那个游的，就是拍摄的样子这样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有看到说我真的拍超级近，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它有柔肤的感觉，就是在后台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柔肤的感觉。Hello， 中年大叔，不知道为什么配着健身直播吃麦当当特别好吃。不行，我们吃麦当当会被教练用麦当当的那个套餐，就是健身套餐。你很感谢游击大哥吗？真的吗？游击有拍到你痘痘吗？没有，没有拍到我的痘痘啦。Hello， 月月，声音破了就休息一下。对，我今天就是稍微小声一点点。Hello， 吉米粥，今天这样挺性感的、啊。你说声音吗？声音很性感是不是？镜头，镜超棒的耶，镜是不是？你在讲特写好了，你讲特写，谢谢嘎嘎的力量，镜镜镜镜镜镜，对，闭着眼睛都没有
都没有办法丢下我哭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刚好你知道我 WJ 那边有三个穿祖祖圣诞 T， 你知道没有？我不能就是你知道张开眼睛丢，不然的话就是你知道不太好，你知道不太好，所以我就想说交给命运来选择，所以我就是闭着眼睛丢，这样哎看一下丢到哪，点歌啦，正常版好运来是叫你静静的部分，对他叫我静静，树宝宝不准我说话。Hello 玉珍，谢谢嘎嘎的力量训练，超烂的。Hello Lingo， 竹的彩带飞的离我越来越远了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觉得我丢的蛮丢的，就好了，对不起，Sorry 咯。官人，我俩有缘无分啊！官人啊，竹竹有看到最边边的我吗？很好奇耶。你有穿竹啊？你是不是有竹竹竹的牌牌？竹竹是谁？你是不是有竹竹竹的牌牌？竹竹是谁？竹竹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有竹竹竹的牌牌？原来是闭眼丢的部分嘛？对，我是闭眼丢，因为我怕我就是因为有三个坐得好近哦，就是穿竹竹的圣诞 T， 我就觉得啊，如果丢到谁，就是都会蛮对不起另外两个的。我想说好算了，那我们就交给命运来抉择，我就对命运。Hello 天蝎王，谢谢吃瓜的票票。祖祖有看到我吗？一定没有。你在哪里啊？我不太确定你要讲。有啊，会发光的。有，我知道你们知道有举我的牌牌，我都知道你们在哪里。因为我知道边边有两个举我的牌牌，然后中间有三个穿我的圣诞 T， 然后右边呢有第二排有一个，然后后面有三个，这样我有看到，就是举我的牌牌加穿圣诞 T 的。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最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你彩带丢给谁吗？不知道你就，哈哈，是我啦，是你吗？你说边边举我的牌牌的吗？我举阿丽的扇子，真的吗？谢谢嘎嘎的偶像海报，你举阿丽的扇子，一小大，那你坐在哪里？啊，不可能没有我的扇子吧？没关系，我知道大家要举扇子是一件蛮忙的事情。我在家很大声喊“痴心绝对”，但现场很大声的欲哭无泪，大家有听到吗？我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听到，线上听得到吗？线上听得到说“欲哭无泪”这么大声吗？果然该走心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走心了吗？完了，你真的不知道丢给谁。我是丢给月月吗？是吗？我是丢给月月是不是？这个时光线上聊天室都在欲哭无泪啊，真假的？最好是啊，是欲哭无泪。我站在你们观众席的左边 F 排，第六排，就在比较后面一点点的位置。哦，不会啊，我都举一个。如果没有举到我的扇子的话，我应该没有办法一眼就是看到，因为真的，其实我觉得三创的距离蛮远的。是给你吗，月月？真的假的？我是丢给月月吗？其实我，月月就是，好期待四周年演唱会的三起声哦。嗯，什么意思 ？Hello 苏云 ，Hello 一一一，没有啊，我们都还没有看过三起声呢，没有啊，没有。竹怎么了，小英？你刚刚说你举阿丽的扇子，你眼神口气透露出了杀气，我怕。没有，我没有杀气，好吧，我没有杀气。第二次伤害了月月小心灵，月月宝贝，我跟你说，你可能要去剪个刘海，我没办法看到你的眼睛。痴心绝对午夜限定，以为是有收灵魂的彩带，原来是没有灵魂的彩带嘛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看到你穿我圣诞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度怀疑是不是你，可是我不太确定，因为你的刘海遮到你的眼睛了。很多成员看过三起声啦，哦，真的吗？没有吧，他们应该没有看过啊，应该是记错了，是缘分，是缘分，对对对，是缘分。那诗雅的毕业公演你会遇到三起声吗？哦，诗雅的毕业公演，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，缘分之力，对。所以台上可以看到台下竹竹的小灯箱吗？如果你们是有灯的或是举牌牌的，我看得到，好渣的借口。月月我爱你哦，啾咪！
对不起，我现在右手不能弯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吃。我真的好白痴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自己？他看过了，还圈了不少未成年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Hello 塔瓦哥 ，Hello 一晨，如果那是有看到还是没有看到？什么东西有看到还是没看到？你说看到我的美貌吗？我也看过三期生啦，大概再过几个月后啊，你就是预知未来这样子，期待你哭诗雅毕业公演哈，真的吗？我会哭吗？我觉得我已经哭完了，我现在我应该会很嗨，就是开心这样子，因为他等于是回来跟我们一起这样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就是毕业公演这样。看到祖祖两个字的灯箱啦，看到祖祖两个字的灯箱啦哦，你是说你看到，你是在询问说看到祖祖的两个字的灯箱了吗？还是你说看到祖祖两个字的灯箱了啦？这样的语气。Hello， 玉人，祖祖终于也要收后宫了吗？我是终于吗？我不是早就吗？请问祖，你现在发文还要给姐姐审才能发文吗？我早就不用了吧？哎，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规范吗？这是我们是不能说啊，这次要大花钱了耶，送餐中小心哦，这次要大花钱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？Sorry， 上周五先拜拜。什么叫上周五先拜拜？哦哦哦，因为太晚了是不是？对，就来不及，因为我们那天真的拍到超晚了，我们好像拍到快十点半吧，十点半还是十点四十才结束。下次月笑里平头，然后祖。要叫他剪刘海，下次我就说你怎么把头发剪掉了，我认不出你了。不会啦，你头发剪掉我应该可以认得出来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点不太确定，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想说是吗还是不是这样。今天运动是最后一天吗？直播，对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你个十百千万，你一万本来就不用吧？什么是我一万本来就不用？四周年离好近哦，好紧张哦！你伤到我第三次了，就说我这次把刘海都剪了，剪头发还烫了。宝贝，我最爱你了啦！真的真的，我其实有怀疑，但是我不太确定。我觉得伤害好严重。宝贝不哭哦，最爱你了。别说了，这次我头发是黑色的，只有笑笑秒认出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Hello， 双双。Hello， 想想。宝贝，你不要哭哭好不好？真的，你只要近距离，我一定可以认出你。你要原谅我的近视。Hello, Popular King。其实你只认得我的牌牌吧？老实说，不可能吧？那你今年二期生三年了吗？哎，是吗？好像是哦。哦，所以我们哎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我们要三年了吗？看来这礼拜六你是没有戴眼镜的吧？有，但是我没有戴很高的度数，而且其实光很亮，其实我有点看不太到。就是对，就是你要知道，就是对对。但是我觉得三重的灯虽然很亮，亮到眼睛快瞎掉，但是我觉得超好看。毕竟笑笑对女犯特别关注。小英不可能吧？小英一定是的吧？如果我在祖祖面前，你应该会说：“嗨，你是新粉丝吗？”不可能这么失礼吧 ？Hello， 树宝宝，树宝宝欢迎回来。你又去哪里浪了？今天还有人直播吗？就是除了我以外。B A A， 我对于女生是非常细腻的。哎，不可能，你现在我对女生特别细腻是吗？一定是的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对我还没有看过吼吼哎，很多啊，我家麻油啊。OK OK， 让你的头。愣我的头，二十日还迎接你们下去地下室哎、欸，我们去地下室，二十号迎接我们去地下室，二十号是我们表演那天吗？主厨没有近视是有眼无珠。哎、欸，等下我们是哪一天？等下，我们是哪一天？今天22、21、20，对，我们是20号公演。对对对，月月在停车场外面。我们进去，我们下去停车场的时候有人吗？对不起，我好失礼哦。上午9点多就在三创停车场入口搭车看你的，看搭车的你们下去。
对不起，宝贝们，我真的没有看到。对，我在车上睡着了。对不起，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自我介绍说，今天开始我是你们的第一天。好的，好的。主场不在乌梅。Hello, baby, 阿北。阿北，笑死！时间开始错乱了，祖祖经常看不到议员，索性不举牌牌了。我看到吧，欸，我看到桃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头发超长，你在边边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超角落的地方 ？Hello，Hello， 小仓鼠，谢谢紫普的守护，谢谢博城的紫普守护灵。上午九点多就在三创停车场看你们入口下去的。这边充满被祖祖伤害的人。Hello， 坤坤，没有吧？不可能吧？谢谢坤坤，不是坤坤，安，祖祖你一出来我就在笑了耶，真的假的？看得出来没洗头是不是？但是好了，对不起月月，我真的超爱你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跟我讲，我就知道那个是你了。而且我真的，我有一直看你，我有一直看你们跳，你们有知道吗？中间三个穿我的衣服的，最后我有大喊。最后你有大喊吗？你说猪猪，啊，是你吗？那个是你吗？什么？你有没有什么洗头？你要洗头？那个是你吗？你应该有看到我吧？我在沙优后面，我把阿丽的扇子放在他头上。Oh my god！ 我没有看到沙优宝宝，沙优宝宝在哪里？沙优宝宝，沙优宝宝在哪里？不可以跟他说，沙优宝宝在哪？我真的没看到他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女生。沙优宝宝，对不起。Hello Andrew， 一定是猪故意伤害的，没事，伤害。我的天哪，原子猪，眼睛打开，下次眼睛一定要打开。粉丝声音这么低的吗？你说我今天声音超低的吗？因为撒优看不到他，都被人头挡住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三创舞台真的，欸，三创舞台真的很高，欸，他真的超高的。原来这边边角角才会被发现，这些位置对我们而言不算优，欸，欸，可是因为我都站在很边边角角的位置，所以我都会看到边边角角的人。看到沙优，看不到沙优很正常吧？我也看不到他，超坏。下次要借我肩膀让他突出了吧？你说要，你要让他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飞高高嘛，就是让他就是坐在你的肩膀上这样。Hello 阿哲，你们视线看阶梯座位应该比较清楚吧？没有，我真的是看角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角落真的是。完完全全刚好是我的视线直射，就是我眼睛我在跳的时候直线就刚好是边边角角。谢谢 HoHo 的枫叶，三个升降梯从左到右，这是谁来着？不知道月月 WZI， 后面是不太确定。我后面有看到一个三个人，但我不太确定是谁。嗨 ，Hello 嘉玲，嘉玲，嘉玲不是嘉玲，对不起是嘉玲。Hello 秘密客，不知道的那位 QQ， 对不起。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连他的脸就是都还没有看清楚，知道吗？对，不知道，对，是谁？是谁穿我圣诞 T？ 快快快出来，跟我认领！那位，请把算对三分之二吧。那你有看到我在角落画圈圈吗？你说你吗？赌徒吗？你有举我的牌牌吗？你们目光比较容易看到山顶吧？没有，我还好，没有看不太到山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看山顶吗？因为山顶那边有一台摄影机。毕竟戴口罩，对，我觉得三创山顶视野比较好嘛。真的吗？可是跳奇迹的时候我坐在第四排中间，你也看不到吗？原来那是吉米周啊。那应该是三个是吗？吉米周，你有穿我圣诞 T 吗？你知道西恩也在 B 排穿圣诞 T 吗？我知道，那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西恩，谢谢你们告诉我那是西恩。有，我有看到，因为我跳那个白色情人节的时候我有对他跳，我有看到他举我的牌牌，我有一度怀疑他是西恩。真的，真的，我有一度怀疑，真的，真的啦，那不是哦，那不是吉米周，是不是？好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是脑子不好使，还是连眼睛都怪怪的。我那天，我的天，我举主角的灯箱，穿灵异的圣诞 T， 有没有看到我的灯？我有看，我只要看到有举我的灯箱，我都有看到灯箱，笑死！你有谁不是怀疑的吗？没有。最后羡慕撒优还舍身取义叫我把扇子放在他头上，想说这样你就这样你应该会看到了吧。帮我跟撒优宝宝说对不起，我真的没看到他在哪。但是只要有举我，如果你是举我的牌牌，我应该有跟你说拜拜。
推推也是穿，也是橘主桌的灯箱穿灵异的圣诞 T 吗？真的吗？你知道我失去你的彩带，为啥我不太伤心吗？为什么你不太伤心？不用再回忆了，过了两天你就直接失忆了。对，大家都差很多。不是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你们真的自己下次走上台，你们真的走上台看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真的灯很亮，然后真的真的就是很远这样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借口。就是对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认出大家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但是我有看到你们，只要你们有举我的牌牌，我一定都会跟你们 say goodbye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对不起，我用一下我的咖啡厅，等一下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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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等一下哦，嘣。现在叫粉丝冲上台是出镜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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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在我们表演的时候冲上台啦，就是在我们不是在台上的时候，大家有机会上台看看，就是真的是蛮亮的。不可以在表演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手刀这样。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是不对的行为，不可以在表演的时候冲上台，这是对表演者的礼貌。主主演出越多，失去的粉丝也越来越多，不可以。换句话说，六行之后，其实连牌子都可以省下来。没有，我后面也有看到，而且我在最后面、中间的后面，我看到有一个举我牌牌的，我跟他说拜拜。主主都不把粉丝放在眼里，而是放在心里。对，我都放在心里。对 ，Hello 小啾，不是表演的时候也不能上舞台啊。哦、oh, ，好，Say goodbye。所以开场让主主看到就可以离场了吗？不行，我没有买你的扇扇，拍谁？没关系。因为01前辈的彩带我收下啦。真假的，你拿到01前辈的彩带？那你知道01前辈的彩带是我拿给他的吗？是粉红色的。看来祖祖是掉粉的代表。不行，不可以掉粉。哪天我真的忍不住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冲下去 K 你的头。不可以，不可以 K 我的头。你们要好好爱护我。辫子好看、欸、它不是辫子，它是反转灯笼头。咦，你有看到哦？有啊，我有看到啊。我看到啊，该不会那是你吧 ，Lingo？ 虽然我有接到彩带，但是我用坏一个东西，你用坏一个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每一条彩带都有喷香水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喷香水，现在一凡的一封信，但可能有我们身体上的味道，因为我们一直抓着，难怪有味道。什么东西？幸好我没有去看公演，不然怎么样？会很香是不是？主主的粉丝会不会越来越少？不行，详细的请去问婷丽，你把婷丽的彩带弄坏了是不是？臭头的味道，线上了可以开始回放。哎，我们要怎么看回放啊？你们可以教我吗？你不是两条麻花辫哦？不是啊，它是反转的灯笼，它是一球一球然后反转这样。我也怀疑有头发的臭味。再过几个月，主主只剩下海外的粉丝。不行啦，我真的很认真，明明说的是头臭味还敢改、喔、是香味吧，不是说香味吗？对不起，我一直从我的椅子上面掉下来。做得太随便，主主不用喷香水吧，一拿到手就自带头发的味道，打圈圈。明明是头味还敢改，有买线上的可以看吧，然后、啊、要去 KK、啊、要有买 KKTix 的人才可以看回放。我好想看，我好想看我整个表演，我很多地方有跳错，不是彩蛋断掉我可能会伤心一个礼拜吧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不难过不难过。姐姐有给序号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序号，我们完全没有人有线上的票，可以啊，完全没有，所以我看不到线上的感觉，我只看到奇迹，因为我们只有头目有录我们后台的奇迹。我把序号给你看啊，可以这样，姐姐不是会给你们看吗？姐姐录影的。姐姐录影的跟线上的不一样，姐姐录影的是定镜，然后是要检讨我们哪里跳错的。等一下，我好想笑，这是我跳错的地方。奇迹三人真的好帅哦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好喜欢，因为你知道我后来因为。就是头目就是很有习惯会录我们的表演的东西，所以因为他录表演之后，他接下来会检讨说，哦，我们哪里就是可能不太整齐，或是哪里有点问题或者什么的，所以我们每一次表演其实头目自己都会先录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等姐姐的那个录音档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忘记我们当时的状况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最最我们因为。
可能其他人可以，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个人的记忆就是有点短暂，所以呢，就是桃木就是也不是说特别为了我，但就是他就是会自己录影，然后就是在一下台的时候，他就会检讨说哪里好，哪里不行这样子。等到天黑，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是，没有。桃木在台上那是谁？桃木在台上那是谁录的？可能工作人员姐姐吧，她好像是请工作人员，不然就是可能就是 maybe 就是还没有上台的人，或者是已经换好衣服的人。这次还有另外定镜的，所以应该是会有两个影片吧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不会有，因为有时候有，有时候不一定的。那桃木的 Sakura 回忆册你有没有去写？我前面都有写啊，后来就忘记了。你是不是嫌弃姐姐工作太少太慢给你们看？不是啦，没有，姐姐很忙，对，就是等他们忙完的时候，对，再帮我们就是给个检讨影片这样子。谢谢大福哥的枫叶。刚刚线上回放看英组的安可的时间，月月跟 WZI 都上镜了，真的假的？拉瑞姐姐很辛苦的，拉瑞姐姐很辛苦的吗？大家都很辛苦，所有工作人员都很辛苦，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他们的真的都很辛苦。我要跟大家讲，我最近有一个新的超级爱玩的游戏，我是不是之前大概有跟大家讲过 T3 Arena？跟你讲，我现在真的好爱哦，真的好爱 T3 Arena， 好好玩。你要看回放找粉丝吗？可是 WZI 跟月月的位置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现在剩下几个我不知道是谁，就是在月月跟 WZI 的后面那个人是谁？我不能给大家看到我的账号，给大家看。噔噔，好好玩哦！哇，我最近真的超爱玩这个游戏的，你知道？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就是那个咖啡厅不是一个长期的培养的嘛，然后有时候就是，比如说我已经收完咖啡厅了，然后我就会来不及，我就会就比如说玩完以后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，我就哦，这跟你讲，我玩过，我觉得不好玩，然后我觉得超好玩的，已经是我觉得超好玩的，我好喜欢。祖祖可以说哪里跳错吗？我新段的时候大跳错，然后那个奇迹还唱错，就是什么。跌跌又撞撞，我唱成第一段。心血的症状，曲折的叫人，你们有人听到吗？就是线上听得到吗？我不知道线上听不听得到。就是现场好像我自己有听到我自己唱错的声音。跌跌又撞撞，曲折的症状人迷惘。是的，刚刚回放安可时间，镜头也一直在拍摄，被抓到喽，大家。我没有在认真听。你应该放最大声帮我听一下的。然后听一下我有没有唱错，所以你没有赞助表妹看公演哦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回去他们住的地方了，他们不在台北。那我等一下回放再仔细听一下。好，现场call影响不明显哦，现场听不出来是不是？我的座位在我坐德全旁边，德全在哪里啊？表妹可以看线上啊。哦，没有，他们那天要上课。妈咪，我知道，我听到了，我看到你拿包裹了。哪个？那个，我最后想说不要，因为我想吃泡面配我昨天买的瓜瓜。表妹住在哪里啊？不告诉你啊？你说什么？好，你要不要先叫你的？哦，你不用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等一下去热饭给你吃，你等我一下哦。谢谢推推的浪金币呱呱，对呱呱，泡面不可以。线上回放可以看到8月25号，真的吼。泡面，我想吃饭，可以问表妹有多高吗？一个一六九，一个一七三或一七四。我也要吃泡面，好吃哎！我跟你讲，你们知道韩国炸酱面不是每次都会配个呱呱吗？然后那个呱呱我们不是以前便当里面都会附吗？然后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，就是我们的便当就再也没有那个呱呱了，我就再也找不到有呱呱的便当，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。终于。就在昨天，就我不是放假嘛，就是没有 Bellflower 的那个前奏，我那天就放假，然后我就跟竹马两个人去逛了一个韩国超市，被我给找到了。跟你们说，那个呱呱就是，跟你讲，我们就买了一整大条回来自己切哦，我今天一定要来吃。
每日一问，今天会不会洗头？因为星期六有先跟你说了，我星期六洗了，星期天没洗，我今天可能也不会洗。我想看我今天要干嘛，我明天要干嘛？什么是韩国的刮刮？就是一个黄色的，然后有一个像半圆形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们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吗？哎，怎么跟你们讲啊？黄色的刮刮，黄色的刮刮。黄色呱呱，黄色呱呱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不是这个。黄色呱呱，黄色腌制呱呱，黄色腌制呱，黄色腌制呱吗？黄色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这个吗？我不能给你们看这个啊，可以啊，虾皮可以。这个你们知道吗？刚刚看八月线上公演还可以买票，所以表妹可以舒服坐在家里看线上，真假的？所以我可以买给他们看，是不是？你说祖祖傻瓜，我们比较懂，所以现在买他们还可以看是吗？到25号是不是？色素腌黄瓜，不要再刮了。Hello Andrew， 不要一直刮。就鸡肉，就鸡肉饭上面会放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都是色素，少吃哦。嗯，好喜欢吃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到8月25号啊。哦哦，所以我现在还可以买给他们看，是不是？那个可以当荧光笔用哦，真假的啦？你是怎么把萝卜看成黄瓜的？它不是黄瓜，是黄色的瓜瓜，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主如不是傻瓜，是什么？是聪明瓜。好，我要当聪明瓜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超级好吃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对他们说，他们说台味便当必放黄萝卜。他哎，谁揭秘？制作方法，嗯、啊，他说很恶哎、欸，他说很多人说我不敢吃，都挑掉给别人吃，好吃哎、欸，我都吃掉。小时候爱吃，长大后知道不健康就不敢吃。那个东西会染色到饭上面，根本超恶心的。干嘛这样？光那个腌制品会染到饭上啊？小时候被说有色素就不能吃。如果不染色的话，就像菜包一样吃啊。哦，算像菜包一样是不是？哦哦，食品安全之神解说。哦，它在容器里面会倒入色素黄色四号跟黄色五号，接着加了磷酸盐，让萝卜染得更彻底。哇，粘着剂让它变成光嫩光水嫩光泽。哎呦，哇，被说了，说完以后就有点还是敢吃耶。现在应该都是加色素了，那以前是加什么？现在果汁的枫叶。哦、oh, ，我们到小石榜了。你说宁夏夜市的方家鸡肉饭，他们有啊，你可以吃到饱哎，大推方家鸡肉饭。哎，真假的，我要截图方家鸡肉饭，有米其林推荐哦。哦，哇，你聪明的话，我就读台大了耶。哎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忽然间就是有一点台大情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很想要，就是哇，就是想说，哎，要不要来上个，就是觉得，就是上台大感觉好像还不错，然后就想说，还是我要来。就纯粹是想想，但是我还没有真的要，就是纯粹想着说要不要来去个台大研究所这样。那是萝卜，还呱呱哦，笨瓜啦！我以为你卡了，不是不是，我在看那个呱呱的制作过程。那是萝卜啊，对不起，萝卜、啊，你就叫它呱呱嘛，因为它就是摇摇也会呱呱呱呱这样。25号晚上8点前都可以买哟。好，祖祖不是傻瓜，是聪明瓜。你是怎么把萝卜看成黄瓜的？嘿嘿。你国中有毕业吗？有，高中也有，大学也毕业了。有的会把黄色色素改成百香果去腌制，超好吃。Hello， 本丸梅子，台大研究所很难考吧？对啊，台大学有毕业吗？有，
韩式腌还是酸是什么？韩式腌黄萝卜。对，大学毕业啦，我大学毕业啦。谢谢大家来抽红包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按追踪哦。爱你们，啾咪。毕竟你日文100分，应该考个日文研究所吧？不可能吧？你的生日愿望我接梗接的好吧？头发没洗，好好笑。你知道他们就说，他们那个同步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没听到，然后同步就说，哎，他们猜对了。我说他们猜对了，他说对，他们猜头发。我说啊，所以他们猜头发什么？然后你就说没洗吗？然后 ，Hello，Hello 贤贤 ，Hello 愚者弟弟 ，Hello 小铁。大家欢迎来到主厨直播间抽红包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。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到 IG 去搜寻我的名字哦。然后里面会有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影片跟照片哦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哦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，就是我真的很感谢大家，就是我的粉丝人数破了21K 了。我没插主厨出来，我都在笑。为什么你在笑？因为我太漂亮了嘛，看到我花痴笑。我们来放个小声的音乐，也只能猜没洗啊，想不出其他答案了。你没洗头已经成为一个人的特色了。我没插足足出来了 ，OK OK， 恭喜发财。那我要让它掉回20999，不行。我退了会不会变回20K？ 不行，你们超坏，不可以。我超级感谢大家的。很开心，拜拜的时候祖祖应该有看到我哟。1K 还好吧，比较想要 K 祖祖。嗯，请问祖祖现在发文还需要给姐姐审文才会发吗？哦，你刚刚是不是没有专心听我说话 ？Hello， 俊生，等一下感谢不知名的大家，但是这个等一下再讲。祖模仿阿丽真的太精髓了，这超好笑吧？你知道那时候我一直想不到我到底要模仿他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主有回答了，他说：“对，我刚刚没听到啦 ，Q， 你不爱我了。”恭喜21K 了，耶！好了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真的纯粹开玩笑，不要伤心，不要伤心。JK，JK， just kidding。你知道上次我讲这个，然后那个谁，那个布丁笑翻，我说 just kidding 啦 ，JK JK， 然后他笑爆，他一直笑，他说哦哟，你好烦哦。就给你下一个人。我真的觉得我好喜欢 Reels 哦。哎，是因为我没有登录，是不是？忘记密码了。有，我密码来了。稍后再说，不要记住我的密码。耶、yeah, ！我又多了7个追踪，我是谁？我爱你们。永远的人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宁可的。哦，我刚看到01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他们竟然跟 Hook 拍影片，我是 Hook 的粉丝，我真的超羡慕的。还有依云，好羡慕哦。就给你下一个人，你是好人，是个坏人。猪猪 QQ， 猪猪现在21K， 那以后迈向23K 吗？那以后可以迈向我们要迈向30K。嘿嘿，目标30K， 冲冲冲！好开心哦。
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有点宕机？哦，是因为你没电了吗？有机会的，先拼正式生，染头发吗？哦哦，不是不是。你知道那时候我说，如果我生成正式生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整头染成大红发，从旁边擦过了。我也好羡慕今天晚上可以跟你拍照的那个人哦。是谁啊？我忘记了。猪猪 QQ 从旁边擦过，你们可以把它记录在心里。之前去松烟参加活动，有看过 Hook。我最近有两个超级爱看的影片，就是小吴跟 Hook， 真的超爱的。我都忘记了，反正不是我。我真的好喜欢 Hook 跟小吴哦，这两个我真的超爱的。我都忘记了，反正不是我。谢谢乌麦的力量训练 ，Hello， 什么先拼选拔吧。小慧 Reels 是你的愿望吗？对啊，我跟他说你可以发这个吗？我觉得很好看。然后他就说哈，然后就一直没发，然后他昨天就发了，我就在章鱼二号染什么头发？不是，章鱼是粉红色，我要大红发，就是像女巫的那种大红发。这么巧，我也很喜欢小吴，我超爱小吴。你们说的是你喜欢的是 WZI 是不是？你们是一个 CP 是吗？来去睡觉，好，你赶快去睡觉。嗯，永远的人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。既然爱不能恒温，他怎么关掉现实动态？他一直在跑，怎么回事？这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。谢谢水锤的掌声，鼓励鼓励。好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，因为大家抽完红包了，对不对？好的好的，那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对，我现在不需要审问的。对，张雨林是红色的，难道主主要比较？它是粉红色。果然脑子不好使。我一直很喜欢看全明星运动会，尤其是对经理耶，真的，我觉得那个超正的。我现在脑袋空白。姐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梦姐超可爱的，染成红色就可以不用洗了嘛。今晚浪动公布，替主主祈祷，体脂增加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体脂减少，等可以染头发再来讨论颜色吧。红色不用讨论，红色，不洗五天。你是香茗吗？嗯，林香真的超正的，林香真的好漂亮，我好喜欢她，而且她好可爱哦，她讲话好有趣哦。而且她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才华的女生，要到什么标准才不用审问啊？这可以说吗？这个能不能说？但是每个人不太一样，但是基本上是有一个规定的。你是林香吗？谢谢带八的行李箱，你的体脂还有减少的空间吧？林香真的。他真的身材很好，我是真的认真觉得他身材。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讲，我就说哦，你身材真的很好。笑笑宝真的是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就不说了啦。他昨天的新书发表会才正嘞，你没看吗？我有看他的不是生写真，我有看他的写真集，但是他昨天发的书是什么书 ？Hello，Celine。
有每个人的标准不同，公司怎么可能？就是如果你到达了一个标准，但是如果你就是常常发一些就是不能发的东西，就是一直被就是在审文的过程中有一直被骂的话，就算过了也不可以，就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但是如果这个风也太恐怖了吧，你可以访问小迪他摸过啊，那天哦不能讲，反正就是对，我那时候也很想摸，但是 我不敢，我有点害羞，就第一次见面有点害羞，还是要留校查看就是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直发黑画面之类的吗？不要为难祖祖了。所以哪些人比较常被骂呢？就比如说像九蛋啊，还有小英啊，吉米周也蛮常被骂的，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你居然还有不敢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就跟人家说，哎，我可以摸吗？我还是有点害羞这样。是说林香签书会穿着超级辣的耶，真假的 ？Hello， 奇月。不对啦，我们发文不用审的。你发现了？你发现了吗？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，《单身潜逃》。我本来不知道这首歌，然后后来是别人跟我讲这首歌，我觉得这歌好好听哦。然后这些都是丽姐姐就是出的哦 ，cover。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搜寻丽姐姐的那个 YouTube， 然后追踪一下。林香昨天的记者会影片很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好喜欢她，她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不摸我试下，东西南北中都露的那种，哇哦！怎么变成麻油化了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变麻油化？如果我看到祖祖，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摸一下，可以吗？你星期四是十一点半。你星期四是十一点半，我以为是每日比较变态，连小迪都想摸摸看，你害怕啥？不行啦，麻油那个头发够红吗？他那个也是粉红色，不是我要的那个红，我看一下，他是粉红色，对我来说那也是粉红色，我看一下哦。对啊，他那是粉红色啦，你们没有看过真的很红的红发对不对？花花先游过来再说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我差不多要关了，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完那个照片，我等一下帮竹妈去热一下饭。就是这样，这边怎么有点，谢谢小英的香槟，樱木花道那种嘛，对，然后再深一点点这样。那你快去帮竹马吧，关了，竹马有吃饱比较重要，竹竹拜，不好看，我很好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竹马有染过，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哦，好吧。如果闻竹竹的体香，竹竹会不会生气啊？你是说谁闻？对了，刚刚11:46的时候被问，竹竹不是十一点半要开吗？红色拖把，竹马比较重要，快点，好，那个红色是理想吧？变态，英文还要理平头，哎，不要，不行。就让记忆中的爱慢慢烧，我们就逃。谢谢，不是第十五名推推，第十四名月月。对不起大家，我现在有点没办法拍手，因为我右手有点没办法玩，那我就单手拍。第十五名推推，第十四名月月，第十三名阿北，第十二名志玲哥，第十一名水锤，第十名大师，
谢大师。第九名吉米猪，谢谢吉米猪。第八名雾麦，谢谢雾麦。第七名钟莹，谢谢钟莹。第六名波臣，谢谢波臣。第五名谢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四名代八，谢谢代八。以上谢谢宝宝们，拍手。第三名小英，谢谢小英，拍手。第二名嘎嘎，拍手。第一名吼吼，拍手，谢谢你的红包。手残了，你星期日可以吗？不知道哎，就是要看这几天的那个修复的状态。直播辛苦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单身潜逃。要到底要掰多久呢？365天的纸飞机。抱抱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我爱你们哦 ，Thank you everybody。好久没有看到史密斯了，我有看到史密斯有投我的现实动态的票。关播，竹妈肚子饿了，拜拜，好，大家拜拜，爱你们哦，啾啾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不爱你，关播，好哦，你可以休息一个月，没关系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要去热饭饭了，大家再见，谢谢大家来陪我聊天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公演，到25号都可以买线上票票哦，拜拜。我去旁边哭好，秋日红把什么街灯泡什么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是饭饭哦，你是饭饭，热你吗？热你，那就把你放进烤箱里，快去竹马饿饿了哈，希望下次竹公演不要那么抢戏哦，我没有很抢戏吧，拜拜，再见哦。我不是抢戏，我是我的美貌本身就很美丽。哎，身体养好，不要施压着。好，对不起，好，我会好好养好身体。下次竹竹公演我会继续提醒哦。好的，我会洗头的。你哪次不搞威？搞威是什么意思？关播，好，对不起，关播，关播。大家我爱你们，再见，拜拜，拜三分钟了。喂，哎，什么 V 是什么？准备看麻油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